哎，各位学员，请起。今日，请坐。我们的长官，我各位前辈，各位学员，我姓李，我叫李兆奇，我住在桃园新乡，我从事有机农业，已经从那个86年开始，今天这个讲这个农业啊，也许跟政治扯不上关系的，但是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靠这块土壤。那民政府如果说要接这块土地来讲的话，绝对不允许有丝毫的污染，有机农业就牵扯到什么，你知道吗？就牵扯到大家的健康。如果说大家没有健康的身体，这块土壤你活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啊。也许哈，大家对这个有机农业也许知的不多啊。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有机农业啊。谈有机农业啊，第一个我们要从土壤开始讲起。大家知道那个种植的土壤，它的 pH 值最标准是多少啊？也许大家比较不知道。现在台湾的所有可以工作的土壤啊，几乎都是酸化 ，pH 值啊，差不多5左右。那我们的土壤，如果说要种植作物来讲的话，以前人讲说种茶，它的 pH 值越低越好，越酸越好。但是以前的人不懂，没有这个知识，为什么没有这个知识呢？因为茶它是非常贱的东西，虽然它现在价格很好，其实茶它的 pH 值也是要接近中性，中性就是7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土壤会急速的酸化，就是说从1950年左右，世界各国都大量的使用化学肥料，以前人讲的那个米田共嘛，米田共就粪嘛，不管是动物的排泄物也好，人的排泄物也好，都是要回归自然，结果我们没有，所以说现在那个很多国外的那个一些报道，做这个研究，土壤的研究，尤其那个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在1950年的时候，他有一份研究报告，就是说，那个1950年，他们这个研究报告就是同样一颗花椰菜，一颗花椰菜。分析出来它的钙，到2003年，经过50几年，1950年研究这个花椰菜，它的个钙的含量，每1公克里面大概还有12.9毫克，到2003已经经过50几年，在同一块土壤里面长出来花椰菜，分析的它的钙的含量，剩下那个每1公克里面剩下4.4毫克。差了60%几，这个就是说，国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因为我们毕竟台湾学术机构不如美国，人才也不如美国那么多。我们今天不是说讲美国好，其实美国人敢在这个研究的话，就表示说他对这个土壤非常的重视，还有一个就是说，史丹佛大学，去年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为什么有机蔬菜跟一般的蔬菜营养价值没有什么差别，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土壤，因为这块土壤经过了50几年的，就说种植，都一样，就放大部分的人就放这个化学肥料，化学肥料里面了不起就氮磷钾，氮磷钾一般人会用那个苦土石灰去改良这个酸性，苦土石灰里面含少量的微量元素，含少量的镁，因为它要调整到 pH 值，但是很多人使用这个石灰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钙化。钙化不是说这个土壤
很多的元素也给它前合，好，因为这个凝聚力很强，这个古土石灰的凝聚力很强，很多的肥料元素也给它抓起来，它没有办法释放，没有办法释放怎么办呢？就是要靠有机肥里面它不管发酵不发酵，完全它里面有一个有机酸，有机酸就可以融化很多的矿物质，好，所以说目前台湾的所有土壤里面含的有机质都非常非常的少，标准的有机就是做有机或是说你要从事农业来讲的话，你土壤里面的有机肥的含量应该要有差不多5%，结果现在台湾的所有土壤它里面含的有机质顶多是 1.5-2 而已啊，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耕作这一块土壤，好，这耕作这一块土地，好，一分地要增加1%，大概要15吨的有机肥。譬如这一块地，好，一分地或一甲地来讲，我爷爷已经用了20年的化学肥料，好，我爸爸用了20年的化学肥料，啊，我已经做了10几年。这块土壤还有什么营养？没有营养了。所以说美国人会他会研究很多先进的国家，他会研究的土壤啊，他说现在所有土壤大部分的土壤种出来的东西都没有营养价值，这是事实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文明病这么多，那以前人也许医学不发达我们不知道，现在很多老人家60、70岁开始什么骨质疏松症，那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就是说，德克萨斯大学1950年就开始研究这个，这个植物的营养。为什么到2003年的时候，钙降了剩下44.4%？什么原因？就是土壤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嘛。降了60几%呢，所以说人现在。骨质疏松症很多的原因就是说，你吃的东西根本没有营养嘛，是不是呢？不只说我们现在骨质疏松症，很多人呢就是说生理上有毛病，自己不知道呢。医院大家都在排队啊，他也得这个病，我也得这个病，自然现象，会变成一个自然现象，知道吗？没有人想说，我今天吃的东西。我今天得到多少营养？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有些人很多躁郁症啊，什么忧郁症啊，这跟食物也有关系，知道吗？尤其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好，人的这个火气就会上升，就会坐立不安，会躁郁啊。当然跟环境，就是说生活压力也有关系啊。但是科学家又研究出来一件事情，你多吃蔬菜水果，你身体的 pH 值自然就会平衡。讲到 pH 值，就是说我也刚扯到土壤，现在扯到健康了那个如果说喜欢吃肉的人，他体质一定酸性的。人啊，人有8颗犬齿，就是说。正常人成人有32颗牙齿，8颗犬齿，所以说你只能吃1/4的肉。大部分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身体构造就这样子。医学界讲就是说你过量的肉食，肉就是产生你体质酸性嘛，氨基酸就会累积嘛。当你吃过多的这个肉食来讲的话，你的身体就是说失去这个酸碱值会失去平衡，那要怎么办呢？骨头里面会释放出磷跟钙，维持你身体的平衡，这也是造成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那个我现在就回归讲这个土壤的问题。台湾的土壤来讲的话我会先从这个。大概差不多30-40年前，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离山的高丽菜？
有没有听过西罗米、浊水米？有没有听过阿里山的茶？是不是很有名？啊，现在呢？啊，我一个朋友，他上个礼拜，那个也是我们的法务大臣那个曾律师介绍的，他在阿里山已经种了他的，因阿公了哈，到他现在的手上，已经种了三四十年的茶。他有一次跟我聊天哈，他跟我讲说，我爸爸，我小时候的时候，他在泡茶的时候，怎么满室都那个茶的香味？现在泡的茶怎么没有香味？我跟他讲很简单嘛，你爷爷就像我刚刚讲的，我阿公敬二十年，我爸爸过敬二十年，那种话肥压压的，都要满地。啊，我又种了十几年，啊，到达五十年好不？一年采四次的茶。五十年才几次？三次下了啊，150次，150次，你从土壤里面拿走多少营养？你有没有去估算？阿里山茶现在一斤1000多块，好，1500，顶多2000块。如果说啊，你三四十年前这个茶的味道，你泡出来还有那种香味来讲话，你一斤茶最起码超过3000块。现在台湾最贵的茶在哪里？你知道吗？大一岭。大一岭开发的很晚，大概差不多20年左右。现在呢，他们的茶最高卖到，有些人卖到超过5000块一台斤。好，那泡出来现在还有一点香味。这个10年，这些茶，如果说继续用化学肥料来讲的话，剩下差不多也现在阿里山的这个价格，因为你拿走没有去补充营养嘛。哦，当你这个东西如果说没有补充这个湿气的营养，就是说，因为土壤里面含有200多种的微量元素，你有没有去考虑？你只有氮、磷、钾，这个茶泡起来有没有意义？我以前泡茶，有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去他们家做客，泡个茶，还拿个蚊香杯。现在你看到有没有看到人家用蚊香杯？这个茶泡起来没有香，闻什么？没什么意义，包括大概我还没从事有机农业的时候。我家里虽然种田了，但大部分的时间在休耕，不会走，因为米价30年来都是1000多块左右，换个工钱都换不到，没有人要工作，没有人要种田，宁愿去领休耕的费用。大概十几年前，我还没做这个有机农业的时候。都是外面买米吃，买米吃呢，当然就是以前比较流行电子锅嘛，比如说我们早餐吃的比较简单，没有煮饭。中午如果说我两夫妻在那边吃的话，也许晚上的饭会煮起来。啊，结果发现一个现象，到晚上这一锅饭已经不能吃了。有没有大家有发现这种情形？有没有？那我跟我太太讲说，你买这个电子锅好像有问题，为什么煮了饭，隔了餐就不能吃？没有人去发现的问题，结果我太太又去买一个电子锅，一样，那个什么象牌的，一样，为什么？我说我们的米已经出问题。问题在哪里？没人去修，你们没有从事农业，你不知道。表示我们的米已经没有营养。米，我们每天为什么要吃这个米？五谷杂粮，五谷杂粮里面就是淀粉嘛。
到我们胃里面转换糖类嘛，人才有力量，人才有热能嘛。当这个米如果说不好吃的话，你为了吃这个热能没有意义嘛，没有意义嘛。我们吃东西要吃到健康啊，讲到健康，我们家五口人，平均啊，五个人啊，不是一个人一年看一次病哦，五个人一年看不到一次病。我们家里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就是营养、健康。我太太市场买的水果、蔬菜，外面吃东西不可能的事情，一定要自己种的，她才敢吃。她宁愿不吃，啊，宁愿不吃。第一个，农药；第二个，花这个钱去买这个东西，没营养价值，没有意义。啊，除非必不得已。哦，跑到外面去，才会去买一些，啊、哦，比如说面包那些来吃，撑个饱而已。啊、哦，刚讲到土壤，台湾的所有土壤90%以上，种出来的东西都没有营养。我敢跟各位保证，第一个 ，pH 太低；第二个。有机质不够啊，讲到有机质就是说这块土壤啊，如果大家想要说哎、欸、我要吃的健康，不是说哎、欸、我来去有机店买个礼包蔬菜，买一些水果、吃了就会健康，很少人，有机农民很少人花心思去说哎、欸、我种出来的东西给消费者吃的哎，对身体有没有帮助？有机农民，农民就是说我今天的种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他是最先考量，因为我做的要死，总是要把这个我的农产品卖出去，换一些钱嘛。啊、哦，台湾的农民就是说农产品的价格过于低，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哦！当这个土壤出问题的时候，产生一个什么现象？病态嘛！啊、哦，你用不对肥料，虫害嘛！肥料不没有成熟，没有发酵完全，就会引虫嘛，因为它会有一个味道，哦，发酵那个味道，那个叫胺嘛。氨就是隐藏的东西，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肥料没有发酵完全，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葛波糖？哦，葛波糖就是金龟子幼虫，金龟子很聪明，你这个土壤如果说没有发酵完全，好、哦，大家也许看过那个 Discovery 哈、哦，那个频道，就是说金龟子要找那个。牛啊，比如说在非洲啊，牛的大便刚下完，哎，几天之后，它会那么产卵，什么原因？因为大便还没有完全发酵，它有温度嘛，微生物在作用就有温度嘛，啊、哦，所以金龟子把卵产到那边，哎，刚好这个肥料在发酵的时候有温度，哦，因为它的幼虫就是什么？哎，长出来啊，跟我们现在的有机农民不懂得用有机肥料，而认为我撒一些有机肥料，我又没有用化学肥料，我又没有喷农药，我种出来的东西就是有机，错误。为什么有些人种的蔬菜很多虫，他不知道？有些人很想要种有机蔬菜，种不出来有机蔬菜，种了有机蔬菜又给虫吃掉，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的肥料没有发酵完全。如果说这个肥料没有发酵完全，第一个伤害是什么？土壤。所有发酵叫做脱酸。哦，脱酸，你老公在肥来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气。
啊，气体我没有去研究那个什么气，我不知道。哦，我知道也许就是氨跟硫化氢，啊，蛋白质才会产生硫化氢。很多植物因为这个有机的东西哈，就是说成分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说碳水化合物嘛。碳水化合物来讲的话，也有分，就是说我们这个可以做有机肥的东西，分为什么呢？糖类嘛，哦，淀粉嘛，哦，蛋白质嘛，脂肪嘛，纤维嘛，五大类。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个东西照一个过程来把它发酵完全来讲的话，对土壤的伤害非常的大。哦，尤其一些人就说啊，我来农会领一个肥来种一些菜，啊，当然是领有机肥嘛。我们现在不讲化学肥料，很多那个粒状的有没有？哦，有补助哦，大家很高兴哦，领个几包，一分地可以领三包，来领回去就来种一些菜。第一年种得很好，第二年也种得不错，一样肥料，为什么第三年种不出来？因为你都用到生肥嘛。当这块土壤你用到生肥的时候，它急速的酸化，急速的酸化，所以也很多人摸不到头绪啊，这地派去了，我要请过来挖一地，好不容易这个地炒的除得很好，哦，水管啊、坑水啊，什么设施都弄下去了，种了三年放弃，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的地种了十几年，越种越好。我两颗菠菜啊，差不多半斤，两张白灵啊，也才差一半，足大半。我种了十几年，我土壤没有出问题。你用对方法嘛，对不对？而且种的菜味道会越来越好。我没有把它营养元素拿走啊，我每年都是固定的补充营养那个肥料给它，发酵好的。以前人有个错误观念，就是说，啊，你的有机产有毒菌无？如果说你的肥料没有发酵完全，蚯蚓很多，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微生物可以吃。MC 它不是吃土壤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我的田里面什么东西最多？青蛙最多。青蛙还有那个蟾蜍啊，啊，哦，那个就是专门吃这个虫的。哦，你只要培养那种环境，哦，很多的天敌就会来，这个生态就会恢复。哦，有机农业虽然做得很辛苦，但是很有意义。你会发现人的生命，哦，动植物的生命非常的可贵。我头头讲，两颗菠菜可以炒一大盘，大概里面长这么大，也许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菠菜。哦，所以说骗不了人。哦，我做十几年，我就一直在钻研这个有机农业。你要当一个不是说有良心的农民，你要把真相找出来。大家为什么来上课？老师，哦，也许今天大家第一天了，啊，哦，老师常会讲，我们没有身份地位。什么叫没有身份地位？跟着流亡政府在跑。当你没有身份地位的时候，你又失去健康，你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你的皮要很扛得照，你知道吗？人要觉醒，从哪里觉醒？从自己的意志力，就是说你从你的健康，
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可以帮助这个社会，你知道吗？不是用拉迪亚爸爸可以爱旧的过得很满足的。这个，我昨天一直在想说，我今天大概要讲什么？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钱在银行，人在天堂，很快乐。我不希望大家钱在银行，人在家护房。啊，所以说钱是身外之物了。今天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可以活多久，但是我们一定要留下一个很干净的土壤给后代的子孙。我爸爸没有那种知识，我爷爷没有那种知识，这一代不能没有那种知识。他们一直在用有机那个化学肥料来增加这个产量，省工省时，结果呢，给各位吃的是没有营养的，就是留下这个土壤已经破坏掉了，生病了。哦，这块土壤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靠我们的这一代来解决。靠我们这一代来解决的话，我们下一代才有希望。哦，就这么简单。各位如果说要有得到健康的身体，一定，就是要重视这块土壤。要重视这一块土壤，我们以前在做有机农业的时候很彷徨，没有老师去指导你，没有案例可循，你要自己去摸索。现在台湾的有机农业很可怜，就是说局限在某一个框框里面，所谓的认证。认证当然是好，对消费者一个保障。你避免吃到有机这个化学肥料的东西跟有农药的东西，哦，这是最基本的保障。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今天去买这一包有机蔬菜，你得到什么东西？跟一般的蔬菜的营养没有两样，买它就没有什么意义，花那钱就没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我的土壤一分地哈，我今年哈一分地下了差不多40吨的肥料。如果说你去买，跟人家买一吨肥料就5000块就好，一分地多少钱？40吨就20万，没有农民花得起啊。当你花不起的时候，你种这个菜，你说有这个营养吗？我为什么放20吨？因为以前的土壤给我的爸爸、我的爷爷用掉了嘛，这有机质啊 ，QQ 不破洞啊 ，QQ 不动啊，那靠我把它补充下去。当那个农民呢、啊，就是说当一个专业者就好。好，任何行业有专业者，你要发现很多东西的真相，也许没有资料可循，好，你自己要去摸索。当我懂很多的时候，我才可以站在这边跟各位讲，这不是臭屁，这个就是专业。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不会说啊，你做搞哎，我也很多不懂的，我会去请教人，我会去找资料，这个社会才进步啊。无足济人学足济物件，就是说不肯告诉人家，暗砍。给我活了80岁，也满足了吧，我死去。我不希望我留下财产，我希望我留下丰富的知识跟大家分享，就这么简单啊。那今天最主要是谈有机农业。有机农业就是说，我刚讲的就是说，大家去回想，当年农民他不止
要钻研这个有机农业，你要研究很多的地理环境，很特殊的植物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生长，除了气候土壤啊，我现在讲的这个中药里面有一个牛黄解毒散，牛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定有人听过嘛。外国人在一直在想说，哎，奇怪，中药里面为什么那么神奇？哎，那个牛里面割下来那个什么结石啊，可以解毒啊，哎，奇怪嘞。结果他来分析它的元素，哇，里面都是矿物，很好的矿物。现在讲的矿物就是说，你们在外面买了很多什么营养食品啊，钙啊，什么补充啊，其实它对你身体没有什么帮助，吸收的有限，因为人的胃酸啊不足以去消化这些矿物。很多矿，因为我们的胃酸 pH 值差不多4左右，很多矿物质要经过根酸去分，根酸去吸收，根酸的 pH 值差不多2左右，根酸比胃酸还强，所以说矿物质要植物去吸收，人体才去办法去吸收。所以牛在这一块地吃这个草的时候，它就自然有办法吸收这矿物。那个牛也是很可怜，这个就是说在中国里面哈，有那个叫什么地方哈，那一块地就富含了非常的丰富的矿物质。那牛吃了这个草之后，自然会有结石嘛，那个就是牛黄嘛。那不叫解毒，你身体吸收自然缺乏那个微量元素嘛。当你吃牛黄之后，你就补充了微量元素，你就会得到健康嘛。那不叫解毒啊，那是因为你的身体失衡嘛。哦，这个就是说我不是从中药里面得到，我是从外国那个资料，就是研究资料，为什么这个牛黄可以解毒啊？原来那个这一块地他们会追踪嘛。哦，原来这一块地里面富含了很丰富的很多样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牛吃了之后，哎，磨成粉来做中药，来给你给就是有需要的人去吃的时候，当你有生病的时候，你就会去找药嘛。哎，医生，那个中医师就建议说，啊，这个牛黄很好，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李时珍什么华佗传下来就是这样子啊，啊。外国人在研究的时候，在追踪这一块地，哎，原来这个矿物质非常丰富，你吃了自然就会健康嘛，啊，是不是这样子？就很简单的道理嘛，啊，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浊水米就是说，浊水溪嘛，浊水溪的上游就是什么？那当然是中央山脉嘛，最上嘛，就是说中央山脉。中央山脉每一年如果说下大雨或台风的时候，当我们的河流还没有整治的时候，这个南洋平原，啊，嘉义啊、云林啊，还有这个南投嘛，这个变成一个很大的泛滥区，把这个中央山脉森林里面的这个腐殖土造成的就是中央山脉的落叶跟枯枝，产生这个肥沃的土壤，才有这个有名的浊水米、西螺米。啊，为什么西螺的这个蔬菜、水这个稻米啊这么有名？因为中央山脉富含了非常的丰富的有机土，有机土就是有机质，森林的树叶、树枝、枯枝，哎，掉下来之后，大水冲下来，造成这个浊水溪流域，哦，有一片丰富的土壤。现在已经用了化学肥料用了多年，西螺这一块地也破坏了差不多，哦，也破坏了差不多，啊，现在很多原始森林禁止砍伐，啊，
这个台湾要吃到好东西，如果说农民不知道觉醒的话，是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尤其现在农民收入又那么低，我刚刚讲，我一分地放二十吨，一吨五，放四十吨，一吨五千块的肥料，一分地就要二十万，一甲地要两百万，还没有一个农民做得到。做不到自己要找啊！问到有两万吨的肥，有人要信无？我家里有两万吨的有机肥料，有人要相信吗？很不好意思啦，上个礼拜我的肥料厂失火，烧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烧掉两千吨。中国时报有出，南桃园、北桃园都有出。哦，那个报纸写很难听的，什么浪费国家资源。所谓浪费国家，就是说，哎，你找一些那个消防队来跟你打火。我说，国家资源，这个本来这个消防队就是要保护百姓嘛，生命财产嘛，哦。那我的损失呢？那我不是故意放火，因为我这个就是说堆太大堆，产生那个沼气，自然现象。烧掉两千吨，你看多少钱？把它制作有机肥，可以放多少田？可以种出来的东西足够多少人在吃？你有没有心去做这个事情呢？我九十三年就开始在桃园县拿这个麻布袋去跟人家买麻布袋，叫小学生拜托他们扫地的时候，垃圾拿走这个树叶装在那个袋子上面。有些大的学校一个礼拜去一次。收回来我的农场做肥料，连续收了九年，我这个地用不完了。哎，大家很多人听到说，哎，我有做这个区块，很多人自动会送上来。我跟环保局，台湾的环保局，我有没有跟他沟通过？这个区块你要去做，啊。你编一个预算，你来找一块地来做，没有人愿意计划做这个事情。桃园县一年要烧掉差不多三千吨的树叶，很可惜。树叶为什么它有这个营养呢？我刚刚跟各位讲，我们用了五十几年的化学肥料，三十公分以上的土壤，几乎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几乎没有什么营养价值，那为什么用树叶呢？美国有一个傻农民呢，跟我差不多，啊，叫做鲍勃，他一直在发现说，他家也是种这个，种一些水果。他说我小时候吃的这个核桃为什么那么大颗，现在为什么种不出这么大颗的核桃？他一直在找。我用这个肥料也是用有机肥，没有改善。万有一天，他想一想，啊，他发现就是说，我们用的肥料没有这个营养价值，他也去找树叶。就三年之后，他的核桃用大，什么原因？这个土壤已经没有微量元素。我刚刚跟各位讲嘛，健康的土壤里面含有两百多种的微量元素。当这一块土壤种了五十年之后，一年做一期就好。这个土壤要多少的营养被它带走？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那刚刚我讲了为什么用树叶树枝来做这个有机肥，因为树根深在土壤里面了，差不多一米两米，
那下面以前都没有人去耕作过嘛，他的营养就从那边收上来嘛。所以现在如果说要把这个台湾这一块土壤恢复50年前那种健康的模式，一定要靠这个生根的作物。你现在外面买的有机肥，只要他用浅根性的作物去做的话，这个有机肥也没有什么价值啊，没有价值，对吧？我今天不是说，哎，我做这个希望大家跟我买有机肥的，不是这样子。你家附近如果说看到落叶，你想要种菜，落叶是最好啊。啊，你吃剩下的什么厨余啊，拌进去嘛，促进发酵。以后你们也可以种出2棵一大盘的菠菜来。哦，希望就是说大家为了自己的健康，啊，不管你有没有这块地，就朝这个方向。告诉你有，你朋友如果说有地的话，哎，你可以教他种这个有机蔬菜。啊，所以说。大家，我今天坐在这边，虽然哎很有心关心这个政府，哦，大家一定要一个就是一个理念。以前有一句话就是说，强国要抢走，强国要强生嘛。好，民政府，民政府。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治理这个地方。当这块地如果说大家想要，哎，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最先关心的就是说这块土壤，这块土壤给各位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自然就会有一个正面的，啊，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正面的，啊，所以说，我从事有机农业，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你的地位要放在哪里？就是说，我太太常常跟我讲，你在家里坐着啊，你不会花那么多钱。那个，我有一次看到一报纸，那个纸风车有一个基金会叫那个董事长叫李永峰，他说这个社会要改变啊，一定要有人去牺牲，一定要有人做前锋就对了。你想要改变这个社会，当然这个跟政治扯不上关系的，只是说啊，你发明一个东西也好。啊，你做一个就是说对社会上有意义的事情也好，啊，我现在做的就是对土壤有意义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以前跟环保局讲过，现在这个社会很奇特，啊，现在就是说当官的没有一个人有肩膀，把这个就是说这个资源。哦，我刚刚讲的落叶啦，你像市场里面每天都有厨余的菜哈、微博水果皮，哪里烧掉？非常可惜，用能源烧资源，这是个畸形的社会。烧一顿垃圾，我不知道花多少的这个油啦，能源呢？能源烧资源产生什么二氧化碳，这个观念非常的错误，观念非常错误。台湾一年要烧，台湾是非常好的地方，每一年我常跟我的朋友在笑我，哎，你这么傻，哎，是为无钱要通啦，哎，他不知道我的目的啊，我也笑笑啊，
跟他说要跟人家收钱啊。我说我要收钱，干脆不要做了。哦，当你要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找出我刚刚讲的真相。桃园县一天烧掉了有机质啊，哦，全省了，不要，我有大约的估算过，一天差不多3000吨，3000吨可以做多少肥料？如果说40%了，3×40=12，1200吨的肥料，可以造就多少农民？可以让消费者吃到多少的有机蔬菜、有机的蔬果、有机米？得去修。政府无知，宁愿让这个土壤继续的酸化，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我刚刚说很多政务官，很奇特，有些人说：“哎，我不知道干到什么时候。”就好像陈冲，他也不知道前几天会下台。我没有必要管那么多嘛，我不知道我会干到什么时候嘛。现在换江宜桦，人家讲换汤不换，他不知道他可以干多久。也许他的计划还没完成就准备下台。台湾产生一个很奇特的社会，包括我们的县市政府很多官员，他不知道他干多久。我为什么这么认真？万一出问题，我退休金没办法领。我去申请补助，我说：“哎，这个我做落叶回收是不是可以补助我一些公积金？因为我自掏腰包，我已经花了蛮多钱。”他跟我讲一句话：“我不能针对私人补助，以后为什么图利他人？”这很奇特的社会造成，就是说环环相扣，又是环环的包庇。这个社会已经生病，不是社会生病，这个政府执政者生病。执政者生病，你知道吗？所以说台湾的百姓，不要说台湾的百姓，很多人活得非常痛苦，你知道吗？像我就是眼睁睁的，常常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如何来把这个资源的这个有机的这个所谓有机资源一直把它收集起来。当然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你做这个事情你多多少少要花一些钱嘛，请人干嘛的。我讨论过，我做了9年，我收集了差不多20000吨的这个有机肥，可以制作有机肥的资材。是我一年差不多收了差不多1000多吨，你有心去走不？我那个东西如果说不收起来，也是放在焚化炉里烧掉，对不？台湾，我常常跟朋友讲，资源的资啊，哈，资源的资又次嘛，倍嘛，倍就是钱嘛。你不如说我提着一桶汽油，汽油就是资源嘛。我来去那个 seven 爷买东西，我这汽油跟你换这个什么面包？你要把这个资源拿去换钱，才去换这个面包嘛。资源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好，我们竟然把这个资源放进焚化炉去烧，用油去烧。产生二氧化碳，很可惜啊，这个是非常可惜，这是错误的执政，错误的方法，错误对待这个自然，所以说，当民政府，各位就是以后我认为就是说，大家有这种知识就是一个中间分子。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这个社会要把它建立一个非常的一个就是说
非常好的一个社会。哦，就是要靠大家有这种知识理念。当你想要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最主要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个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的行为各方面才是一个正常人。当你很想要帮助这个社会的时候，哎，心有余力力不足。或者说，尤其健康，健康牵扯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结构。现在很多人就说，哎，我爸八十几岁啊，路无啥会晓行，请个外劳，到处推来推去，一个人两万块就好，请个外劳两万块就好。你为什么不想想看？就是说，两万块，以前就好好跟他照顾身体，哎，买一些比较有营养的东西。当然你们想要买营养，就是这个健康食品了，其实你可以朝正面的方向去想，就是说我要如何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不是靠电视上广告那些卖那个什么什么健康食品，不是这样子。卖健康食品，我们不能说他吃的身体没有帮助。你们知道吗？蔬菜水果里面含的维生素是超过25000种。现在我们的市场卖的所有蔬菜水果，顶多只有10000多种而已。剩下一半跑哪里去？它没有办法形成啊。因为土壤没有给我这个营养的话，我怎么可以形成？你今天不会给我三天不喝水的话，你说你会尿尿？这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说，当你这块土壤健康的时候，你种出来的植物就自然健康嘛。所以健康不是说我没有污染，不是这样子，是你的土壤里面有没有那种成分。当土壤没有这个成分的时候，你吃这个蔬菜水果就不到得不到这个营养嘛。当没有营养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不会健康嘛。我刚刚讲说，你是现在大家预防就说我以后要请外劳，你现在赶快去找健康的东西来吃嘛。树叶是最好的肥料嘛，自己找一块地来种嘛。我爸爸80几岁还会从我中立骑摩托车，88岁骑摩托车到我们乡下差不多20公里，80岁，他回去干嘛？去农会看看他老人员怎么进来。就是要健康身体。不好意思，那我大概就讲到这边。基本上下课是吧？还是要给他们提问题。这样子啊。加克里，加勒，休息5分钟。